画树。第一部分呢，先用铅笔起稿，在背面。起完稿呢，用环把这个树的树干走向画出来。然后呢，把这个中景这个房屋用环把它点出来，然后画出雪的厚度。房子上边盖的雪，让厚度把它画出来。北方这雪呀比较厚，尤其是一层一层下的，这样呢堆积的这个雪呀，厚度比较明显。远处的树给它表现出来。是作品的画的后面，背面。翻过来，等你这边。用墨把桦树把这个白桦树的树皮冲出来。
Thank you.
其实整理很关键。嗯。